爱就是要只为他活，我要他，他就走不得，他就只能了放手。如果我赶他走，爱丽丝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在等你的电话。我跟你说，我妈超喜欢你的，我当然没骗你啊。我当时讲我介意那个寿司，我人都还没机会呢。是爱丽丝，我知啦。我大嫂，你应该见过的啦。总经理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你放心，她迷糊得很，很好应付的啦。我迷糊？迷糊了，走了。你就是因为迷糊，我才喜欢你。迷糊是你的优点。哎，哥，共着力啊！他是最好应付的，他是超级烂好人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吃他吃的死死的，而且他还心甘情愿让我吃他吃一辈子。你被冲上，你做短呀？照顾兄弟是应该啊。妈，啊你无感觉伊讲这上超过？啊，至少要给我尊尊一下，对吧？我阿达，渣男的个性就是这样，忍耐，忍耐，再忍耐。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好啊好啊，反正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我妈不会反对的，你就直接搬来我们家住啊。啊？我直接搬走啊？啊？好啊好啊，就这样。水果你嘛，哎，看嘛，看需要什么货无？这水果真水，真甜哦。Right， 第一次去人家家，买点水果好。啊对对，抓些盘手啦，哈哈，啊你问我就无唔对啊啦。这社区哦，每一个我拢有认识，你要找什么人，你甲我讲。好，是吗？我要去林家泰他们家，你干吧。啊，你要找家泰哦？啊，你是伊的女朋友哟？咦，咁不奇怪，我唔捌听伊讲过咧。不是女朋友啦，不是哦、喔，哎呦，好你家仔，啊，若无像你这水的姑娘哦，配个家台啊吼，敢若袂出一对好花哦，插入牛屎呢。我是他，什么海 ？Fiance。Fiance 哦，那是什么话句？就是那个啊，未婚妻啦。啊，未婚妻哦。我在美国出生长大，一直转不过来。哦，讲袂得等哦，啊。好，这样多少钱？好，我甲你算下。300，三十二好了。好。好，我找你，找你一桌被子。小姐，等等，我找你八十个啦。Oh, it's okay, keep the change. 好，意思就讲免走就对了，我意思嘛是安尼对了。哎呦，真正哦，这个美国过咸水无同款，就是无同款，出手大方。哎，要这个姑娘来当讲哦，做林家的二新妇哦，这下我就冒死啊。我甲人迄林太太吼，开萨库拉对我只 A 吼，我就跳对伊探到转来，哈哈，赞。这个姑娘，我着看咱秘书会小低头面，安尼面色面色嘞，可能伫倒伊歹看耶。啊，我想到啊。啊，就是伊。出来了，咦，阿爹无发烧啊，今拜人呢，阿你去安尼踮咧厝下拖地哦。哎，今仔日吼天也无落晚雨啊，啊是有出日头无唔对啦，但是唔是对西边出来的呢。太太老子啊！
是 Maria， 雪姐，啊，你有没有英文名啊？我，哎呦，反正在我们那边的社区有很多运用费用太用，不是叫 Annie 就叫 Maria。我看到每天啊，在社区中庭就推着老人围着一圈，这边晒太阳，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讲一堆。雪珍姐啊，你真的叫 Maria？ 我，哎 ，Maria， 你的工作看起来很轻松嘛，这个家里也没有老人要照顾。姐，你妈妈看起来这么年轻健康，一点都不老。哎、欸，你就是那个寿司哦。妈，是爱丽丝。我知啦。你妈妈 ，I'm Alice、哎。How are you doing？ 哎 ，Why？ 啊，你才早就来哦。哦，啊，我扛到这重的行李啦，啊，无听那个泰哥哦，安尼甲我讲一声啦。哦、啊，妈，是安尼啦。Alice 昨天伊厝头家冤家啦，因厝头家哦，是足无理的，无代无志，讲要甲气厝水，伊就足生气啊。因厝头家哦，搁甲呛声呢，讲伊若是唔答应，就叫伊搬走。哦，我就想讲哦，咱兜真快归去，叫伊来咱兜住哦。你妈妈拍死哦，打搅了，你们家看起来很舒服，你应该很会整理家里，像我妈妈都袂使。啊你还讲台语哦、喔？哇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无唔对啦，我是家政老师退休的啦，啊，所以这厝内面看起来吼、喔、会较舒适啦。原来你妈妈你是老师哦、喔嗯。哦，我弟美国和我爹地妈咪都是讲台语跟英语。原来你妈妈你也是知识分子。讲起来吼、喔，阮林家算起来嘛是书香门第的。是啊，我阿拉达也是老师呢。嗨，萨库拉，我一直在公司听到你的名字，原来比我想象中还年轻哎。我刚才看到 Maria， 我以为是你，我吓一跳。哎呦，拍谁呢？虽然大家都这么说，说我很会保养的。哎 ，Alice， 昨天你跟房东吵了一晚，一定没睡，很累，对不对？安尼大都来啦，费力有够大嘛吼。当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千里迢迢对美国来到台湾哦，安尼被欺负是足可怜的呢。对呀，住我们家有我们照顾你呀。安尼刚好，咱甲伊也毋是介绍干那朋友呢呀。谁说不熟的 ？Alice 是我的未婚妻。谢谢大家，那我就不客气喽。Maria， 帮我整理一下行李，里面还有一堆衣服，也帮我洗一下。好啦好啦，说定啦，甲斗相共一个啦，哦，好啦。萨库拉，来来来，来来来铺床啊。嗨。啊，累了哈，好辛苦哦。那种会用讲哦，我开的爱丽丝名啊，你真歹讲哦。咪咪以前也是这样跟妈妈睡的啊。
哎呦，咪咪跟爱丽丝无同款啦，爱丽丝真可怜哦，以后是我的二媳妇呢。哎呦，嘿，我看吼，啊是让伊睏眠床，我来睏涂骹，吼，才袂去让误会讲哦。啊，新妇还袂娶入门，啊，我就是一个歹大家嘞，对不？哎，三姑啦，来，搁斗三工一个。哦，嗨，哎，人伫咧讲啦，做田爱有好田地，啊，着娶新妇哦，都爱拣一个好娘嘞。啊，你连对方的爸母生做啥物款，做啥物代志拢唔知影，都讲伊是你的新妇。啊，太太，你是有够凊彩啦。哎呦，雪丁啊，啊，今你人比我较少年哦，头脑比我较古板，哈。当初时啊，三姑娘还未入门之前，我甲亲家都还未见过面嘞。对啊，唔对嘞，啊他新妇还未入门，我都好困眠床。哇，安尼哦，大家唔都叫阿罗的，安尼要哪会用哩？大家也有大家的威严，无吼会去用笑。三姑娘，啊我看也是同款躺在涂骹啦。来。嗯，安尼较透洞啦。到时阵哦，问题若是发生，莫讲我无提醒你哈。袂啦，迄个查某囡仔看起来足单纯的，袂有啥物问题啦。啊，等我叫伊入来睏咯吼。妈，太太，爱丽丝规暝拢无睏哦，一定足忝的，叫伊来眯一下啦。妈，哎呦，免妈啦，啊，你唔去哦，我来。免啦，妈。哪会免啊？人来咱家哦，都是人客呢。妈，哎呦，你这个囡仔，爱丽丝啊，爱丽丝，奇怪，人呢？哪会无看到人影啊？公公，是你？时阵甲清醒的时阵差哩济啊！嘿嘿嘿，家太啊，安尼敢好啊？啊是倒位无好？唔是啦，啊搭恁少年人哦，好好就好。啊搭我唔是讲哦无开通的人，我嘛跟会着时代呢。哎呀，唔过。谢小姑注意。别给阿姐，出来啦！等，哎呦，你看，哦，阿妹正式带你来，都甲家内房间舞啊这么乱呢。我看，伊嘛唔是一个什么真爱清气的查囡仔。哎呦，啊，当我唔是带新妇来摒扫的啊，啊，三姑仔来的时阵，唔是同款散行散行，安尼大家吼拢参照你这么啊流量吼，你早都向废了掉。妈，算行，你这样夸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啦。算行得高追啦。我就知道妈妈最疼我了。嘘，好啦，你莫在遐吵，等一下阿姨说吵清醒啊。妈，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我陪你去买菜，买一挂好料的，煮阿姨食。哎呦，有听的无？有听的无？我的后生哦，头一届哦，讲要陪我去买菜，而且是要煮给迄个查某囡仔食，哦，无简单呢，哈，唉，真正是饲囝无效啦。喂，对不起。好啊，出来。好啦，走啦。好的啦。已经新年了，爸不会走，我想要来那间买啦，行啦。
哎，林太太，小姐，小姐来啦！哎，林太太，哎，你要办到车人客对哦，爱什么菜做你拣拣拣的吼，等下我送去恁家吼。陆凯，喂，恁来知影我要办到哈？嗯，那唔知，但恁家都哦去学迄日本的迄个安娜达啦，搁美国迄 ABC WTO去的，规社区大家嘛知， 莫搁假啦，莫搁假啦。哦，陆凯，你真正是咱社区的关区呢哈，当然咯，来来来，哎，林太太，我跟你讲。 哦，林太太啊，你实在真福气哦！迄想袂到安尼，你大汉后生哦，敢那会当娶到日本新娘一传嘞，这个大小姐都已经足无简单啊嘞！哦，啊想袂到，吼、哦，恁这家财啊，我拢无，你是忙了，啊，看到迄个爱丽丝，哦，这我那大人物咯！呵呵呵，林太太，你甲看卖，这爱丽丝因阿爸阿母哦，哦，我那大人物嘞，因阿爸哦伫美国啊，是这大画家，因母啊呢是大音乐家。 结果有一阵啊吼，煞毋知爱丽丝甲因阿爸来咱台湾遮演讲啦，啊结果爱丽丝讲哦，发现着讲哦，哇，伊真介意台湾啦，所以讲哦，伊无甲因阿爸阿母啊，等于美国，家己留落台湾，所以我感觉哦，这个爱丽丝哦，这仔呐，真独立，真有个性，迄边来讲哦，欢迎家台啊，真正吼，无彩，你是伫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恁哦，安尼龙财虎毛啦。 林太太，哇！你这下有一个新妇，听出你去日本佚佗，所以这个新妇带你去美国观光，哎呦，迄大家是足羡慕的哦。来来来来，你甲看吧，照照照照相片啊！你甲看吧。哎呦，讲实在啦，阿当哦，我也无希望讲我的后生哦，会娶迄落什么好家人的查某囝啦。 啊，当这个爱丽丝吼，想的是美国的教育啦，吼。虽然讲讲话有较直淡薄啊啦，也毋过我嘛足开化呀，对不？什么人叫我吼，有迄个世界观啊，地球村的概念。啊，是讲哦，啊，少年人的代志吼，我嘛无法度干涉啦，家己介意就好啦。林太太，你实在真开化，真真正正新时代女性。哎，算下，哦，算下好。 啊！这肠啊吼，小蛋吼，会记得送来阮家。啊，今仔日买肠啊，唔免送菜头啦。哎呦，够良心哦！这本杂志送我就好啦，哈。好啦，嘿，再来。哎，无咯，哎，这本杂志要甲三百哩了，喂喂，哎，安尼啦，啊，乌了规波才趁二十块，是咧气到面焦乌啦。 大人大姐，个介绍个人说，比如年年个较好，啊，萨库拉过来吃是嘛无安尼啊，哼，大明星，比个邓来了不起哦，Marie，叫我Marie，人个叫我是希腊人Marie。姐，衣服，衣服安暖啊？我来帮你啦。 哎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今天你难得放假，你去陪家安娜，多睡一会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买啦，买啦，哎呦，乖啦！这是我的哦。我怎样啊？哦，哎，这么少年郎拢穿这哦，啊，这是要安怎穿哈？哎呦，哎，还是名牌的耶。哦，哦。 真够享受嘛！我伫想哦，以后哦一定要还给，所以萨库拉，还是你好。阿邓啊，恁看我摕什么货转来？迄啥？哦，唔是我的。哎，啊，这是要安怎穿啊？
你谁啊？爱。爱就是要亲吻他，我要他，他就走，他就。